定的蓝灰土豆咖啡丁丁的龙德山，唔那是要向大家介绍产品，嘛是要将做出较有特色龙山的农民介绍，给大家知影。不仅是选出来的，我想我们县政府在很多的出版的东西，很多的其他的刊物上，米兰岛的龙德山款，这东西两馆进入的报道里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表彰、这样的表扬，我们在地的力量。这是婚姻馆两年一届所进行的十大精英农民选拔活动中所选出的精英农民，因在农业顶都有杰出的表现，有高溪镇嘉宾的郭忠新，西丽镇坎麦蜜的田文丽，理论市街的地进地，托口十大经典好味的张维新，理论镇旁街的廖一丁，赤同镇文心兰的林进坤，北港镇土豆的蔡明峰，后背培养乌德兰的林耀聪，考核警察的郭明元，以及西丽药表厂的听日员等十位。默默无闻的时候，还有几位业者，他们情意相挺，甲今日吼，互阮有继续搁行落的勇气。我们也感谢当初拒绝我们的因为那几砖，我们更思检讨。再改进。这受表扬的十大精英农民拢袂歹，收入农业处长卢进江表示，透过因的表现，会当予大家知影，出息嘛会当有百万以上的年薪。因有种花，因有种作的，因有种杂粮的，种咖啡的，那个有呢饲鸡，那个有呢育苗的，那其实呢，在座的每一位哦，各位年收百万不是吗？这里都超过百万。婚姻馆十大精英农民背后拢有一段因努力的故事，嘛是有兴趣想要从事农业的人，会当去探讨甲合适的好对象。记者林明玲、王金星采访报道。